刚才按键好像出了点问题，这是调音师，快追一脚！直接翻啊！直接给他摸好啊，服了。要杀医生，你敢翻吗？你不敢翻。怕吃不给他膨胀的，我也是醉了。还干嘛吃不放出来？
拍照就很快乐。然后就到了，可以抓到一个。这次得挂人啊。那个家伙得进像了，修完了一台。不是这个，这个是前锋。这都没打到啊。如果那刀抽到了，这个人应该就死了。哎呦，醉了。这个真醉了。
被他撞下来了。在打你仗，他失误了。你这不这是老了吧？我感觉打的不厉害。没开完，他还救不人。哎，救到了！我给人赶走了。
劫往脸上跑，开局不能抓空劫，我只能放走，放他走。每次怼空劫怼佣兵，这一局差不多只能平。这有个先知，你们两个翻一个仓，对哦，那我这把不崩了吗？难受啊！杀他没用啊，杀他！你看我杀他不大心脏了吗？怎么发展了？给机会了，可惜如果刚才那一波有封印的话，这空姐救不到人了，赶过去吧。哎呀，这不美滋滋吗？爬不动，哎，爬不动。
跑不动就对了，跑不动。这他妈都能厮杀。开局烂的烂出屎都能打成这样。